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三页啊，倒数第四行看起啊，我们从第一段啊，显一体者，为自性清净圆明体。然此即是如来藏中法性之体，从本以来性自满足，处然不够，修之不精，故曰自性清净，性体遍照无有不足，故曰圆明。我们从这一段呢看起啊。这一部论点文字不长，确确实实是华严奥旨。奥是玄妙，是奥妙啊，旨是最重要的修学方法啊。怎么个修法呢？下面告诉我们，妄要尽，自然就还原了。那什么是妄呢？啊，当然是世尊在大经里面常常讲的妄想。妄想要尽了，给诸位说啊，也就是断尽了，分别执着自然就没有了。佛在这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在前面呢已经讲过十次了啊，讲过二十个小时了。华严经讲些什么，这个不能不知道。在前面呢也是多次给诸位报告，过去慧能大师在中国为我们实现望尽还原，原就是自性，就是这个地方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这就是圆。宇宙万法的本源，在哲学里面讲呢，这本体啊，宇宙万有的本体，这桩事情古今中外哲学家、科学家，包括许多宗教家，都讨论到，有不少啊，不能说不高明，已经探索到宇宙本体的边缘。说得最清楚、最明了的，无过于《华严经》啊。所以我们在半个世纪
学习之中，啊，虽没有能证悟，可以说我们有相当程度的体悟，啊，也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解悟啊。确实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佛经哲学，这是个哲学问题，是哲学上的大问题，是哲学上的根本问题啊！这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我们读了这一篇文字啊，对方先生所说的这个话了啊，自自然然会感到啊，他的话说的正确，一点都不过分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放下了妄想，妄想一放下呢，就明心见性，这见性成佛啊，成佛就是成就了究竟圆满的智慧啊。成佛不是成神，不是成仙啊，诸位要知道，神仙没有出六道啊，这是对于宇宙的缘起彻底的明白了。他为我们细说自信清净圆明体的现象作用啊，从本体现象作用，不厌其烦呐，啊，何盘托除啊，啊，这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方东美先生把这部经肯定说它是佛经哲学概论啊，这个话说的不错啊，啊，佛经的哲学概论啊，佛经哲学概论。那么在中国呢，慧能大师1300年前。啊，在中国实现的也是放下了妄想啊，妄境了啊，他老人家也还原了。其实那个时候他才24岁啊，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的时候是30岁啊，6祖24岁，放下就还原。六祖的境界呢，跟释迦牟尼佛境界完全相同啊，同入一个境界，就都成佛了。那为什么他不叫佛呢？啊，这是佛法里面常说的，应以什么身啊，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帮助众生呢，就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这种身份不是他自己定的，而是众生的根性啊。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啊，没有自己的意思啊。在印度大家盼望着佛出世，所以释迦是以佛陀的身份出现啊，应以佛身
而度之，即现佛身而为说法。那么能大师在中国，中国希望有祖师出现啊，所以能大师示现的啊，应以祖师身出现，即现祖师身而为说法啊。这普门品三十二应里面所讲的啊，无论现什么身，这个现身是因众生心啊而现的，没有一样不自在呀！啊，能大师明心见性呢，给我们说了二十个字，啊，前面都跟诸位做了报告，啊，那么我们每一次报告有重复的地方，原因是什么呢？现场听众不一样，啊，有些人呢，不少人今天第一次来听，前面没听到。啊，我们也不能够忽略这些人，把前面所说的要略略的提一提，啊，使大家了知道一个大概。能大师说了五句话，实际上呢二十个字。啊，释迦牟尼佛呢就说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那我们知道能大师这五句话略说也都说出来了，圆圆满满啊。释迦牟尼佛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细说内容没有两样，能大师的五句展开就是华严经，华严经浓缩起来就是能大师的五句话。华严太大了，我们总要把能大师这个五句话了要记住啊。自信清净圆明体是什么啊？我们以能大师所说的啊，简单扼要啊，第一句他说何其自信，何其自信是问话啊，没有想到自信本自清净啊，本自清净这是第一句啊。第二句呢他说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啊，这个要知道我们的自信就是真心啊，这不是妄心是真心啊，真心本来是清净的，那现在呢，现在还是清净的啊，它不会污染的啊，那污染的现象呢那是妄想不是真相，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说我们中国古大德啊跟我们讲的人性本善啊，本善就是清净的。那现在是不是本善？本善还在啊，决定没有失去，那才叫本善啊。第二个呢不生不灭啊，所以我们不要怕死，为什么呢？没有生死啊。生死是什么？生死是躯壳啊，身体啊，这身体不是我，这个一定要肯定啊，身体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啊，这个诸位知道，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衣服穿脏了穿坏了自然脱掉一件再换一件啊，身体也如是啊，用的时间长了不太好使用了换一个啊，永远不会死的，是本不生灭啊，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什么是自己呢？一般人讲灵魂是自己
啊，这个在佛法里面呢，这是误会，灵魂不是自己。啊，但是灵魂比身体存在的时间是要长。啊，我们这个身体用个几十年就不好使用了。啊，但是灵魂呢，只要没有离开六道，它就存在。要是离开六道了，它就不存在了。啊，它就换个名字了，它不叫灵魂了，它叫什么？叫灵性。脱离六道之后啊，它叫灵性。灵性叫永恒不灭。啊，所以灵魂还有一次变异生死。啊，它会转变成灵性。也就是说，灵性是觉悟的，灵魂是迷惑的。灵魂要不迷，他怎么会到三恶道去呢？啊，他会到三恶道去，说明他糊涂啊，啊，他迷惑啊。那由此可知，灵性跟灵魂的差别，实际上是一桩事情。迷的时候叫灵魂。觉悟的时候叫灵性，啊，他在六道里面，他迷惑，他脱离六道啊，他就不迷了，他就觉了，啊，脱离六道，在佛法里有个名称叫阿罗汉，啊，阿罗汉，你看呢，他在修行层次上，他得的是什么个位置？啊，得的是正觉，你看他觉悟了，啊，他不叫灵魂，他正觉了，啊，正是正觉，啊，是真正，他不是假的，啊，他不是邪觉，他不是偏的觉悟，他是正觉，啊，这是说灵性啊。啊，所以名称叫阿罗汉，阿罗汉是梵语，啊，古印度的言语，啊，意思是无学，这个无学，六道里面东西没有了，啊，毕业了，无学就我们讲毕业了，在六道里头毕业了，毕业就离开六道了，像我们在学校念书，毕业了的时候你就离开学校了。啊，所以要知道，我们在六道，在六道里位置是什么？这个要懂得了。啊，生生世世在六道里的你干什么？在六道里头要学习，要认真的学习。啊，首先要学断恶修善，要学这个。啊，为什么呢？恶的念头、恶的言行是三恶道的业因啊，恶鬼、地狱、畜生啊，这是不善的行业造成的现象。这现象不是外头有的，实际上它本来都没有啊，是你的不善的思想言语行为呀，变现的境界啊，是这么回事情啊。那我们断恶呢，那这三恶道就没有了啊。三恶道没有了，我们出现在哪里？出现在三善道啊。我们的思想善，我们的言行善，所感得的果报啊，这是天人啊，还有啊，阿修罗，啊，那么这个是三善道，啊，这总在六道轮回里面，啊，所以首先叫我们离开恶道，啊，取三善道，然后啊，在三善道里面呢，再把染恶去掉，我们修清净心，啊，心清净，言语、行为。都清净啊，六道是染呐，啊，
四圣法界清净。啊，前面跟诸位多次报告。啊，四圣法界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是娑婆世界里面的净土。啊，六道是秽土，我们就脱离六道的秽土啊，升到娑婆世界的净土。啊，这个四圣法界是净土。那么是第一种烦恼放下了，啊，就是叫见思烦恼，也是华严经上所说的执着。啊，所以我们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执着的念头啊，要淡薄。啊，我们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如果样样都是执着，修得再好也不过是三善道而已，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只要没有脱离十法界，我们永远在学习啊，学习是目的，提升自己的灵性，想的叫轻浮啊，不是世间的福报，世间福报啊，我们中国人说那叫鸿福，鸿福它有染污啊，叫你想轻浮，身心清净呐。一尘不染呐，啊，这个叫轻浮啊，啊，这是不断向上提升，啊，一直要提升到什么呢？提升到妄尽幻灭，啊，这是佛法教学的目标啊，还原就成佛了，啊，所以在四圣法界里面，我们要放下分别。要放下妄想啊，妄想放下了，你在佛法上真正毕业了啊，毕业这个学位就叫佛陀啊，恭喜你成佛了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成佛了，在中国慧能大师给我们示现成佛了。除慧能大师之外，诸位看看高僧传、高士传，就是居士传、善女人传，啊，在家的女居士，你看历代达到这个境界的，啊，也就是妄尽还原的不少人呐。啊，我们中国历代啊，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的，我们不知道。啊，有文字记载的，啊，在这些传记上记载的，我概略的估计啊，至少也有3000人左右。啊，这些人都成佛了。尤其是净宗法门，只要往生极乐世界，不管什么样的品位都圆满了啊，都可以说是妄尽还原了，太难得太稀有了啊。六祖大师说的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这一句跟幕后的一句，能生万法，他两个是一对。啊，什么一对呢？佛法里面常讲隐现一对。啊，能生万法是显，
明显地显出来了。而第三句讲的是隐，没有显出来，本自具足啊，这个很难懂啊。可是我们现在利用电视做比喻，诸位就很容易懂啊。隐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电视频道没有打开，关掉了啊，关掉了，这电视里什么也看不见。本自具足，你相信吗？啊，你不能说我频道没有开，说是我电视里面没有画面啊，不可以这么说法。这个诸位都知道啊，为什么频道阴暗，画面就出现了？画面出现呢，叫能生万法啊，它就显现出来了，叫隐现不二。这个隐的时候，你不能说它没有；现出来的时候，能生万法，你不能说它有。啊，这个是诸法实相啊，真相啊，你不能不知道啊。啊，第四句这个很重要。我们要认真学的啊，本无动摇。本无动摇是什么？就是自性本定。告诉你，你的自信，你的真心本来是不动的。这个动摇是不起心不动念了，是处在这个状况之下了。诸佛菩萨，我们说这个菩萨是化身大士啊，当然隐身呢也能够包括全教菩萨跟这个阿罗汉跟辟支佛啊，他们应化在我们的世间啊，像释迦牟尼佛，像六祖能大师啊，也穿衣也吃饭啊，也跟我们有同样的工，这个日常工作，啊，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不一样就是他心没动过，他没有起心动念过。这就是《还原观》后面四德里头第一条，叫随缘妙用啊。啊，我们随缘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是动摇，这是凡夫。他们随缘，他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执着呢？所以这个太妙了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应化在十法界里第一德了啊，不起心不动念呐啊，这个讲到后面我们再来详细报告啊，这是我们要学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尽量的不要起念头啊，心越清净越好啊，最重要的我们现在下手呢就是不执着。我们随缘，不要执着，不要分别啊，你的心就清净，清净心生智慧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啊，眼见色耳闻声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啊，烦恼是什么呢？烦恼就是分别执着啊，其分别执着叫生烦恼。所以能大师这个五句就是华严经的总纲领。华严说什么？就说这五句。这五句展开来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细说吧啊，所以同样境界一点差别都没有啊啊，
两尊佛陀，啊，我们要肯定能大师是佛陀，一点都不假，啊，你看在东西方不同的环境之下，为我们实现，来教导我们，啊，我们接触到的时候，慢慢就能够体会到，就能够感悟啊。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体会到华严的奥旨啊，奥妙之处啊，啊，帮助我们在佛道上修行啊，然后也能其如这个境界。啊，也就是我们需要望经还原啊，入华严境界啊，也就是入世尊的境界。这个是大乘法里面啊，就是佛经哲学里面确确实实是讲得清楚，讲得究竟，讲得圆满，讲得高明。那么佛在《华严经》上说了一句话，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个就是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就讲这一句。那么在自性清净圆明体这是贤首国师说的，也清清楚楚显示了自信就是如来的啊。《金刚经》上讲如来这个名词，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简单的解释啊，什么叫如来？从理上讲，如来这诸法如意，讲得太好了啊！如，那就是自信啊！一切法这现象，能生万法吗？一切法。一切法就是自性，自性变现成一切法啊，所以一切法如其自性，自性如一切法，是一不是二啊。古来祖师大德用比喻告诉我们啊，他用黄金跟金器来做比喻，把黄金比喻自信，把金器比喻成法相，就是能生万法啊。金如其器，器如其金，就是如来的意思啊。那么从思上讲，今佛如古佛之再来啊，也就是今佛跟古佛是一不是二啊，这叫如来。说得好啊，啊，说得很清楚啊，
如来是谁呢？明白了啊，自己就是啊。啊，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你自己还是啊，没有明白，守在隐。明白了就现出来了，啊，没有明了的时候啊，你本自具足。明白了呢，能生万法。啊，明白了，你就是如来，不是别人呐，不在外面呐，啊，所以佛法称为内学。啊，经典称为内典，它是向内，就是自信，啊，心性，它完全是从心性当中啊去求，啊，才能够彻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搞明白的。啊，那么此地如来这个自信呢，就是如来清净是德了。啊，圆圆是圆满，是讲的相好。啊，明是讲的智慧。你看看佛说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是明，德相是清净圆，你看通，通通都说到了。啊，那么这一句话更简单了，慧能大师讲了五句。啊，你看看贤首过师讲了一句，自信清净圆明体，一句就是能大师所说的五句，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一部圆满的《大方广佛华严》啊，所以这一部经，宇宙人生的真相，用一句话来说清楚，就是自信清净圆明体，叫显一体啊。啊，下面贤首过师给我们做了解释，说然此皆是如来藏中法性之体。啊，如来藏我们在前面费了很长的时间跟诸位介绍出来了。啊，什么叫如来藏知道了。啊，如来藏中法性之体就是自信清净圆明体。那如来藏是什么呢？如来藏就是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这个心。啊，这个心我们常讲妄心呐。啊，可是妄不立真，没有真，妄从哪来呢？那真在哪里？真就藏在妄中，所以叫如来藏啊。那真是吗？真是法性嘛。那法性就在如来藏里面。那所以我们真心，真心在哪？真心就在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里面。啊，只要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如来藏中的法性，或者说如来藏中的自性，或者说如来藏中的佛性都可以，它就现出来了。啊，就现前了。啊，那么这一句也圆圆满满的把自心清净圆明体说出来了。说出来什么？
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不但我们有份，一切有情众生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畜生道里面啊，大海里面的鲸鱼，陆地上的大象啊，小讲到蚊虫蚂蚁云飞软动，有没有啊？有。啊，他的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也含藏着如来啊，也含藏着法性啊，跟我们没有两样啊。不但有情众生，有情众生我们现在称为动物，这有情的；无情众生，植物、矿物，有没有呢？有。啊，在植物、矿物里面呢，我们就不叫它佛性，就叫它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啊，在有情就是动物，我们称佛性；啊，植物、矿物，我们称法性。啊，为什么呢？它的体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是从它这里能生万法变现出来的嘛？啊，怎么个变现法？在第二段给我们说明。第一段跟你讲能现，能生能变的体，先跟你讲这个，然后再给我们说明它所现的、所生的、所变的万法啊，万法宇宙啊，宇宙从哪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啊，第二段再讲这个，啊，第二段讲能生万法。啊，那么再说这个题，说从本以来，性自满足。本，我们把这个字省略掉，从本以来，我们取两个字，本来，这大家好懂了。啊，本来自信它就满足，满就是圆满，足是没有欠缺。啊，这八个字就是能大师第三句所说的。本自具足啊，本来他就样样具足，什么都不缺乏啊。我们看到宇宙生罗万象，变幻无穷啊，善的有，恶的也有，清净的有，染污的也有。我们初学的时候啊，想不通啊，他不能想，越想越错了啊。所以我在讲《华严经》呢，偶然之间看到这样的经文呢，让我一下想到万花筒啊。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个玩具，我这个桌上啊，还有一个万花筒。这可以旋转的啊，可以转的。你看里面呢，打开看看，只有啊大概十几二十片不同颜色的纸片。
啊，你在这面放大镜里面去观察它呢，你去转呢，它在里面千变万化。你转上一天，转上一个星期，找不到两个相同的样子。我才有一点觉悟啊，佛讲我们自信啊，变现出来万法了，哎，就像万法同这个道理一样。啊，怎么变的呢？啊，动就变了，不动就没有了。啊，这个动就是起心动念的，起心动念动了，小动啊，好像波浪呢，微波啊，分别呢啊，中度的浪呢，中浪啊，起心动念是小浪，分别是中浪，执着是大浪啊。那我用这个话来讲啊，诸位比较容易体会得到，我们现在妄想分别执统统有啊，大风大浪啊，啊，所以它的变化了，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无论它怎么变，都出不了这万化通。万化通是什么？万化通就是自信清净圆明体啊，怎么变也出不了这个头啊。我们对佛说这一桩事情啊，才稍稍有进一步的体会啊。啊，所以说首先要了解它。他在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本自具足；起心动念时候，能生万法。啊，这个里头啊，有隐有现，隐现不二。啊，记住，隐不能说它无，现不能说它有。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特别嘱咐我们：应作如是观了。啊，应该这个看法，那就跟诸佛如来看法完全相同。啊，这个有是幻有，不是真有。佛法讲真妄，它的定义，真永恒不变是真，凡是会变的就不是真的。啊，你看我们这个身有生老病死，那就不是真的。啊，真的怎么呢？真的绝对没有生死的现象。啊，没有生老病死的现象，那是真的。植物有生住异灭，啊，况无我们这个山河大地、星球有成住坏空，啊，所以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啊，说得更玄一点，连时间、空间都不是真的。啊，时间空间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错觉里面产生的，不是真的。啊，这个问题现代科学家也证实了。啊，我们一向啊对时间空间呢错认了，啊，以为它是存在的，啊，不知道啊它也是虚妄。啊，不知道就是迷呀，啊，知道了那就是觉悟啊。啊，那么讲到能变的体性，
出染不够。这染是什么？染就是六道。我们迷了，在六道里，时间也很久了，出不去了。总在六道里头流转呢、我们讲搞生死轮回啊，搞这个东西啊，这个大错特错了。真正明白之后，才晓得这是我们自己迷惑颠倒，造成了严重的耻辱。为什么呢？那些觉悟的人，他不再搞了。你看到他们多么悠闲，多么自在。他是自心清净圆明体，我们也是啊。他们能放下，我们为什么不肯放下？我们跟他们的差别就在此地。他们应化在十法界，应化在六道，他不沾染，一丝毫的染污。为什么呢？他没有起心动念。那我们现在落在轮回的时间久了，现在努力在修行。我们修行对于自信来讲，实在讲呢，不相干的事所以修之不尽。你这个修他就会清净了吗？哪有这回事情？那我们修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修的不是真心，修的是妄心。妄心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这是错误的呀，把它修正过来。实在说，把这些错误的东西放下就是啊。放下，我们的清净圆明体就出现了。不放下呢？不放下，它就隐藏了。隐藏在哪里？隐藏在我们现在一些幻象里面。这在前面也跟诸位做过多次的比喻说明。所以现在这个电视是个好东西。从前没有啊。我们把自性清净圆明体比作什么？比喻做电视的屏幕。能生万法，我们把它比喻电视打开了，频道打开了，它出现的影像。我们看影像的时候，往往是屏幕忘掉了。屏幕什么都没有啊。我们看电视看得很热闹啊。其实屏幕丝毫不沾染。屏幕里显出的色相是染污，不清净。这是幻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个真的呢？真的是屏幕。那么你怎样去修治它？它本来是干净的，不是你修治它才干净的。在
这个现象，无论是什么现象出来的时候，它并没有染。如何保持我们的心永远像屏幕？实在讲呢，那是真心呐，那是本来有的。只要你不着相，就没事了。啊，那我们今天着了相，啊，我们还用这个比喻，一个真正修行人，心地清净，我们把电视打开让他看，他看了半天，你问他，你看到什么？他告诉你，他什么都没看到。你想这句话是真的是假的？真的，他讲的是真话。啊，那个迷惑的人说，你问他你看到什么，他会把电视情节样样给你讲给你听，他全是幻想。啊，他看到什么是生灭法，屏幕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呀、啊。用这个道理去看电视，不就那不就是修行吗？啊，修大方广佛华严呐、啊！啊，每天看电视他会开悟啊，每天看电视慢慢就看成佛了。所以，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佛法不是定法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呢、啊，这电视也是其中的一门呐、啊。门门通大道啊，门门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问题就像宗门大德勘验学人啊，你会吗？你会看吗？会看的成佛了，不会看的迷在里面，起心动念造业受报。啊，关键就在你会吗？啊，所以不垢不净啊。古云自心清净。啊，心体遍照，无有不足啊，故曰圆明。遍照是智慧。啊，智慧在哪里呢？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为什么？我们的心体是变法界虚空界，法界虚空界是从心体里头变现出来的。啊，《楞严经》佛讲了个比喻，讲得好。啊，佛把我们的自信比喻作天空。啊，这个天空啊，好像是我们的自信。那宇宙万法呢，像什么呢？像这个虚空当中的一块云彩。你看哪个大？啊，虚空是自己呀、啊、那个云彩是自己变现出来的假东西，不是真的。啊，所以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自信本具的德相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叫圆明啊。那有没有来去呢？没有来去。
啊，只有影显，没有来去。有缘它就现象，没有缘它不现象，不现象它存在，啊，不能说它没有，现象不能说它有。啊，我们从华严经上啊学习，这渐渐能体会到啊现象，我们称为法相，所现的现象啊，能现的呢是法现，法性跟法相是一不是二，分不开呀。啊，发现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啊，但是它能生发相，发相是物质也是精神啊，物质跟精神的现象是从发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啊，怎么变现的，我们到第二段再来详细说明啊，一定要晓得，所以讲的是性相同源呐、啊，性相是一体啊，那么这个叫圆明。大师很慈悲，很难得啊，又告诉我们说，又随流加染而不垢啊，流是什么呢？流就是讲的十法界六道三途，我们随染随不善的缘，哎，这就好像是增加了染污啊，愈陷愈深呐、啊！啊，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头没有圣贤的教诲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恶，无不是罪。真的像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那将来的果报呢？果报是三途啊，啊，得人生可不是那么容易事情啊。那、啊、那么这种情形，对我们自信来讲呢？有没有干涉呢？没有，自信没有干涉啊，自信永远是不垢不净啊。就譬如说，我们这个电视屏幕，这屏幕是自信啊，里面它现的像，现的色相，现的清净的画面，染污的画面。啊，很肮脏龌龊的画面，屏幕有没有染污到？没有染，随流加染而不垢啊，它没有染污上啊。啊，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啊，现佛菩萨的画面，现声闻缘觉的画面，这是净。他有没有清净？没有，他也没有帮助他清净啊。我们把它播映出来的时候，这个画面播映出来的时候，恶鬼道的画面，地狱道的画面，他有没有染呢？没有染
它永远是清净的。啊，那十法界六道是怎么回事情？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我在前面讲经呢，我也搞了一个道具。啊，这是三种不同颜色的，啊，这个透明的叫纸，啊，我们讲黄色的代表妄想，蓝色的代表分别，红色的代表执着，啊，这个就是染污啊。我们把我们的眼睛代表是自信清净圆明体啊，外面呢这个境界呢，那就是能生万法啊。现在我们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我们很不幸的产生一个错觉啊，就是我们呢有起心动念，有起心动念就是有黄色的，有分别，有蓝色的，有执着，有红色的，像戴上这个眼镜一样啊，那对外面的东西全都看不见了啊，完全看错了啊。这就是什么？有妄想分别执着，这种情形叫六道反复啊。那佛教给我们先把执着放下啊，执着是红色的啊，执着放下啊，执着放下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妄想，还有分别啊，这个呢就清楚多了，好像我们戴着太阳眼镜一样啊，看外面东西啊，但是也变了颜色了，看不到真相，变了啊，变了啊。这是什么人呢？这是阿罗汉辟支佛，他在这个境界当中，他比我们清楚多了啊。那佛这样说，还得把分别放下啊，蓝色分别，好，分别放下了啊，分别放下了，这是什么？这是菩萨啊。那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啊，比这个阿罗汉辟支佛是高明多了啊。这是菩萨啊。佛告诉我们，菩萨还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呢就是妄想，这个再放下，再放下了，这叫成佛了。所以成佛就恢复你本来面目，还原了。三个放下了，这叫妄尽啊，还原了，真正的明心见性，你见到自信清净圆明体了。所以妄想分别是假的啊！诸佛如来他们的本事就是在所有现象里面，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妄想是起心动念，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自信清净圆明体完全显了出来啊。随流就是妄想分别之者通通在啊，你随顺他啊，他染污，他看不清楚，但是我们的眼睛没有被染污啊，只是隔了这么一层呢。对里面来讲没有染污本性，对外面来讲呢，他也没有染污法相。所以要晓得我们的麻烦呢，就当中隔的这一层呐、啊，与自信不相干，与万法也不相干，万法是法相啊，这个要搞清楚啊，不妨碍自信，也不妨碍法相，啊，换一句话说，它完全是虚妄的。我们这个比喻还有个形象，你能看得见。现在这个东西在我面前，我们看不见。
我们也听不到，我们手也摸不着，它真存在。哎，所以它什么都不是，它是个虚妄的，你要搞清楚。啊，只要你肯放下，效果就出来了。啊，所以你放下执着，这红色放下了，就是阿罗汉，正觉。啊，再把蓝色放下，就分别放下，你就是正等正觉。最后把黄色起心动念放下，那你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这三个名词是佛法修学三个阶段。啊，我常常把它比喻作像我们学校读书的三个学位。啊，阿罗汉学士学位，菩萨是硕士学位，佛陀是博士学位。啊，这个都是我们通通具足的，我们本来有的。啊，现在是真叫是无缘无故啊，发生这么一桩事情，这很不幸，这随流加染，就是你不觉与发性发相毫无干涉。啊，我们自己可以放心了。说反流出染而不净，那是讲修行人，现在学佛的。哎呀，我们反是回头，我们不随着流啊，我们要把染除去。那像我们现在这三个都放下了，我们眼有没有清净啊？没有。那为什么它不能染污我，它也不能清净我啊？对法性如此，对法相也如此。啊，这桩事情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它产生的障碍。啊，体会得之后，我们对于在染污的人，会不会轻视啊？不敢轻视，那就是诸佛如来不会轻慢众生。不但对于我们他不轻慢，他对于恶鬼地狱畜生都非常尊重。为什么？他本来是佛啊，现在虽然是染，他自信没有染啊。他那个染是什么呢？他染是误会啊，以为是有了染了，其实呢，其实没有啊，是一种误会呀。佛讲的话，这句句是真话了。啊，只要你把误会放下了，没事啊，天下本无事啊，就容人自扰之啊。更进一步告诉我们，一可再甚，提而不增。那甚是什么？甚是诸佛如来。那我们自信清净圆明体有没有增加几分光彩啊？没有。啊，那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份都落在六道轮回里面，我们的自信清净圆明体有没有减几分光彩呢？也没有。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六道三途十法界，跟法性与法相啊，没有干涉。啊，确确实实他在这个境界里面的不增不减，这是真的，这个可不是假的了。
出凡身而作见，虽有隐显之术，而无差别之意。啊，这是讲设法界里面的有情众生。啊，跟一真法界里面的诸佛如来，只可以说有隐显的不同。啊，殊是不一样。啊，隐显是讲什么呢？隐显是讲法性，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啊，我们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不晓得。啊，那诸佛如来亲证性体，明心见性。啊，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明没有了，我们是迷，人家是明，我现在在迷，我迷了心，啊，所以呀，不见心呐。啊，人家是明心见性呐，这就是隐显之术。六道众生在隐，诸佛菩萨在显，有没有差别？没差别。啊，也就是六祖大师五句话里面，六道凡夫在哪里呢？是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这是隐。而诸佛如来呢，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他显。啊，前面说过啊，啊，在隐不能说没有，在显不能说有，没有差别。啊，下面两句说得好，你看，烦恼复知在隐，智慧了知在显。啊，而智慧跟烦恼是一桩事情。我们的智慧现在变成烦恼了，所以隐了。啊，自性清净圆明体呀，见不到了，不能觉察了。啊，那么我们看看诸佛如来，他烦恼尽了，妄尽。烦恼是虚妄的，妄境的，它还原了，它就显了。啊，所以烦恼要记住，起心是烦恼，动念是烦恼，分别是烦恼，执着是烦恼。那智慧是什么？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看破放下，那是智慧呀。所以放下是智慧呀，看破是明了啊。啊，放下什么？要知道，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放下动念。啊，我与我们日常生活不相干呐！啊，我们日常生活可以说是一丝毫没有改变呢。一样的享受，一样的工作，啊，一样的欢喜。真的欢喜啊！佛法里面常讲的，菩萨
常生欢喜心，法喜充满啊！为什么他觉悟了啊？烦恼放掉了，智慧现前了，他怎么不快乐呢？啊！我们在《论语》第一句话看到孔夫子啊，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话的意思跟大乘教里面佛所讲的异曲同工啊。啊，那我们知道真正的快乐从哪里来的？不是有钱，不是有权力，不是有地位，毫不相干。那现在我们细心观察社会啊，亿万富翁啊，现在不是一个亿，百亿、千亿，啊，贵为帝王，贵为将相，他快不快乐？不快乐啊！是富而不乐，贵而不乐。啊，孔夫子在世，晚年的官也丢掉了，他官不大，小官儿，啊，也没有钱财，啊，生活是勉勉强强可以能维持。那颜回他学生当中是物质条件最差的，但是飘逸。啊，你看看孔子、颜回，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快乐无比呀！啊，古人形容为孔颜之乐，他乐什么？他乐在烦恼轻，智慧长。他能放得下了，他快乐。原来快乐是从放下得来的啊。那么我们知道佛最快乐，为什么呢？佛彻底放下了啊，所以佛的快乐就没有人能够比了。这一段是讲宇宙生命的源头啊，能生能现能变的这个本体啊，契入这个境界，世尊用法喜充满来形容。啊，菩萨在修学过程当中还没有契入这个境界，用常生欢喜心。那么换句话说，你学佛如果不能够常生欢喜心呢，你没得佛法的受用啊。哎，换一句话说，你学习的功夫差很远呐。啊，真正契入，他怎么不快乐呢？哪有这种道理呢？啊，夫子的两句话的时候，那给我们启示很大了。啊，人生快乐从哪里来的？刚才讲，不是权力，啊，不是发财，是从哪里？是从学来的。你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你把你所学的都能够落实在生活，那个习就是生活，把它变成习惯啊，所学的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习惯，那就
喜悦啊，不亦乐乎，越是喜悦。所以我们晓得快乐是从学习当中来的啊，真的快乐与贫富贵贱不相干啊。啊，这种快乐的时候，那就是现在我们常讲的幸福美满的人生啊，幸福美满的人生是从学习里头得来的啊。学什么呢？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讲，学明心见性。啊，那么在孔子说的是，他没有说的这么高，啊，他学圣贤之道。啊，圣贤之道是什么？这讲的很具体，讲的很实在，伦理、道德、因果，圣贤之道啊！啊，再跟诸位说。伦理道德因果从哪来的？我们到第二段里面就学到了，下一段就学到了啊，是从自性清净圆明体里面爆发出来的啊，这个爆发出现了宇宙，出现了生命，这个生命不是别人，是自己啊。佛法讲一报跟正报啊，同时出现，也就是我们现在是讲物质与精神，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出来了，这一出来之后，伦理道德因果同时出来啊，这个事情你搞清楚搞明白了，真欢喜啊，你知道怎样过幸福美满的一生啊，你知道在境界里头如何提升自己。那么现在这一生，像颜回过的是贫穷的一生啊，他快乐，他虽然贫穷啊，没有地位也没有财富，他快乐啊。为什么？他知道因果，那个人为什么做官，那个人为什么发财，我为什么没有，这有前因后果啊，知道了就很自在，不怨天不尤人啊。这一桩事情儒没有讲的那么清楚，但是佛讲清楚了啊。你在六道里头，你这一生能够亲近圣贤，能够觉悟啊，我们常讲烦恼轻智慧长，对于宇宙人生的大道理明白了啊，现前的现象知道，心相理事因果这六个字把我们这个人生呢包括进了，通通明了了啊。见性那不必说了啊，见性得大自在啊，孔颜还没有得大自在，但是得的是小自在，这个小自在就是我们讲的幸福
美满的人生。啊，大自在是什么呢？大自在是十报庄严土。啊，净土宗里面讲的极乐世界，华严经上所讲的华藏世界，他得到了，他契入了。啊，他生活在华藏，他生活在极乐。啊，这个地方这个身体没有离开。虽没有离开，他现前的生活的享受是享受啊华藏跟极乐世界，那怎么会一样呢？啊，那我这个话我说得很清楚啊，但是能体会的人不多。啊，同样一个道理，我学佛58年了，啊，才领略到啊这个境界。啊，要是在20年前的话，我曾经讲过《华严经》，讲的不清楚，讲的含糊笼统，啊，可是自己也以为讲得不错了。那什么原因呢？没放下。啊，我年年都在学放下了。啊，这又经通过了20年。啊，放下越多越清楚越明白。就给我们刚才举的这个颜色的这个胶片一样，啊，你放下越多，你看得越清楚，就这么个道理。啊，放下越多，展开经卷，字字句句无量意呀，啊，他怎么不欢喜？啊，那我们回过头来想到《论语》上这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懂得人生的快乐，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它不是外面的刺激，是内心里面的喜悦，是从学习得来的。啊，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谚语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你要是不学，快乐就没有了。啊，越学越快乐。啊，所以老年还是要学啊。不学你就没有快乐啊。啊，这一点很重要。啊，所以我就想的，常常想到养老育幼，啊，是现在全世界社会上的大问题。啊，在从前，啊，古老的中国，养老育幼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家庭承担了，啊，中国的家庭是家族，是大家庭，啊，承担。养老育幼，啊，大家庭里面有私塾，那就是子弟学校，啊，家族的子弟学校，啊，年岁大了是家族养老，就天伦之乐啊，啊，这是现在人呢无法想象的，为什么？你们没有见过，你们也没有听说过。你哪里知道大家庭那种快乐呢？啊，这种大家庭制度在中国绵延了几千年呐，啊，一直到第二次大战，
这个中国跟日本八年战争，我们最大的伤害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的家被毁掉了。啊，那么这个家能不能再复兴呢？很难，恐怕没有办法了，再复兴了。啊，这是最大的损失。啊，可是中国家的精神跟功能，功能是养老、育幼、传宗接代。啊，他的精神是家道、家规，诸位学习的《弟子规》是家规、家学、家业。啊，这现在都没有办法恢复了。啊，所以这些年来，我常常在想，哎，听你们大家常常讲的企业家，啊，我这个灵感就动了。希望企业把中国传统的家道恢复起来，能做到啊？中国传统的家道是血缘的关系啊，不叫血统啊，五代同堂、六代同堂，不分家的啊，所以这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大家庭。啊，人数少的大概有300人左右啊，少的人丁不旺，普通的这个家庭大概500人左右，人丁兴旺的700-800人啊，这在中国社会里常见的，所以家和万事兴啊，注重在和睦相处啊，所以得是严格要守规矩啊，那不守规矩这个家就会败了啊，这个规矩是整个家族从上老到小个个人都要遵守的，严格遵守啊，所以这个家才兴旺啊，啊，所以中国人才会讲家齐而后国治，过之而后天下平啊，才会说这个话了。现在中国人没有家了啊，所以我就想，如果企业能够继承，好事啊，这个企业他的员工也有几百人几千人，这就是一个大家庭啊，董事长老板就是家长啊，必须要真正把自己所有员工看成自己是亲兄弟亲姐妹啊，员工的父母就是自己的伯伯叔叔，他们老了要养老，员工的子弟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自己的下一代要好好教他啊，所以公司要办养老院啊，不是社会收社会的，是你员工的老人啊，养他们啊，员工的小孩我们自己办子弟学校啊，请好的老师来教导他们啊，学校跟这个养老院可以合在一起啊，让这些子弟们能够亲近老人，能够孝顺老人，比如他学了弟子规到哪里用啊，天天看到老人他能表现出来，就能够有古时候那一种天伦之乐啊，那这样的老板他的员工我相信
他已经把这个公司，把这个事业看作是自己家庭，他会尽忠职守。成为一家人了，那么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团体，都能这样做法。我们中国古时候这个家道啊，就能够延续下去。这是中国五千年来长治久安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这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找不到的，只有中国有。真正做好了，让其他国家民族看到了，通通都来学习，这世界就和平了。那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安定和平做出最好的贡献。我们不能不重视大家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好传统文化怎么落实就是家用家来落实这要靠我们大家来努力。那么底下这两句话不太好懂，非生因之所生，为了因之所了。这是讲什么呢？这叫自性清净圆明体。一切万事万物，这发生都有因。自性清净圆明体没有因。那没有因，就是本不生灭。慧能大师讲这么一句话，何其自信啊！本不生灭，就是没有因呐。那你怎么知道呢？行，能知道。为了因之所了。了因是什么？智慧。如果烦恼放下了，智慧自然就现前了。他能够明了，他能够认知，这个事情就难了。在这个里面，我们讲的什么叫生因，什么叫了因，在佛法里讲三因，讲三因佛性。三因是三因里面所讲的，我们也顺便把这个名词跟诸位做个简单的介绍。什么叫声音？居舍论里面讲六音，诚实论音之列三音，居舍论跟诚实论都是小乘经。小乘重要，不能够轻视佛在《佛藏经》里面告诉我们，佛子就是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释迦牟尼佛讲的。你学佛跟释迦牟尼佛学习，
从哪里学起？从小乘学习。小乘好比小学，大乘好比大学。啊，你得按部就班呢，循序渐进呢，这是佛所赞叹的。啊，不学小乘就学大乘呢，佛不同意。为什么？你学不到。啊，像现在读书一样，我不念小学，我也不念中学，我就应念大学，行吗？啊，决定做不到。啊，那是什么？那只有天才儿童。天才儿童毕竟是少数。啊，亿万人当中难得找到一个。啊，像慧能，那是属于特殊的天才。那不是人人能做得到的。啊，所以一定要循序渐进。啊，在中国佛教隋唐时候有两个宗派，就是居士宗跟陈氏宗。啊，在这里你就看到了居士宗从哪里来的，居士论。陈氏宗从哪里来的，陈氏论。啊，所以根据这两部论而建立的学派。啊，这是小乘。在古时候学佛一定要先学这两个，这两个学一个也行啊，这两个学派，这是基础啊，佛法的基础啊。啊，那么中国小乘经啊翻译的相当完备，就是现在大藏经里面的四阿含啊。可是中国佛教在唐朝中叶之后就不学了，不学小乘啊，不学小乘怎么个学法呢？用儒跟道代替啊，效果卓著啊。你看从唐到这个清代啊，出家在家是高僧高士啊，代代有人啊，可见的这个是可以的啊。所以用儒用道啊，用四书五经啊，用老子庄子啊来代替小乘啊。那么到我们现在这一代，问题出来了，小乘没有了，儒也不学了，道也不学了，啊，拼命在经典里面下功夫，搞一辈子都不能够契入境界，啊，这就是佛所说的话了，灵验了，啊，佛说非佛弟子嘛。所以在最近这几年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啊，不依照佛的教诲我们决定不会成就啊。所以我们特别提倡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劝大家至少要扎三个根啊。这三样东西分量都很小，儒家的弟子规1080个字，360句，每一句三个字啊，里面只讲113桩事啊，这是做人的规矩，必须要做到啊，100%的落实，这才像一个人呐 啊这个是伦理道德教育啊。感应篇是因果教育，道教的啊。那么有这两个基础再学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是佛法里面的基础啊，必须要学习的
那么你有这三样东西，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你真正能够好好的学习，百分之百落实，你有学佛的条件了。然后你在佛法里面啊，选一部经论，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一定会有成就啊。如果不从这三个根下手呢，那就是佛讲的你非佛弟子啊。诸佛如来出现也没有法子叫你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在现处在现在这个时代，必须要从这里下手啊。那么三，这个诚实论里面讲的三因，第一个讲圣因啊，我大师在此的时候，自信清净圆明体，非圣因之所生啊。圣因是什么？是讲万法一切法他出生的时候啊，一定有个因啊。你比如说我们种瓜，瓜的因是什么呢？瓜的因是瓜子，你没有瓜子决定不能够长成瓜啊，所以瓜子是瓜的声音啊，菜子啊是长成菜的声音啊，稻谷啊它能够长成米，它是米的声音啊，它总有一个音呢 啊这音是第一个条件啊啊。所以说如善恶业为苦乐之因，这是讲我们六道里面的啊。我们心善、言善、行善，我们会得到快乐啊。三善道的这个果报啊，这是善因呐、啊，善果啊。那恶的因呢？恶的因你就得苦报啊，啊，恶鬼、地狱出生。这是苦报啊，人天这是乐报啊。那么这个讲起来也很复杂，在六道里头，你到哪一道有淫业，淫业有善恶啊。除了淫业之外，就是我们得的都生同时人生，那我们是淫业是相同，所以得人生我们命运不一样，有人富贵，有人贫贱，那是什么缘？这里的还有一种业叫满业，满是圆满的满。那我们的淫业相同，我们的满业不相同啊，所以果报啊也不一样啊。可是自信不是声音之所生，这个要知道。如果自信，哎呀，自信从哪里来的？你要去找这个，你就错了，你永远找不到，啊，越迷越深，啊，永远找不到。怎样才找到呢？放下，不找了，它就现前。啊，所以这是非常微妙的一桩事情。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明天我们接着再学习。谢谢大家。